两个小节，三个小节吧，那就节奏速度来起来一点。你手累不累？不累。世界已经不一样，从我们相遇那天。今天是从下午3点钟到公司，现在是晚上11:05，八个小时，我们录了很多个 takes， 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觉得所有东西都要推翻，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够好了，我们的叶老师发怒了，就像我那天失去耐心一样，他现在也失去了耐心。刚才不是最后一首，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首。我们在过带 Simon， 很感动的音乐。就是我的本音是赵静赵老师 ，Big J， 就是未来非常有潜力的录音师，本音混音师文博。我们在这片小天地，就是 Big J 对的。眼镜红就直接戴那个眼镜吧，戴这眼镜肯定拍不了了。成长的日子，我见识复杂的心肠，挫折的时候常常一个人看月亮。我永远记得在这星球某个地方，有个初次感动我的可爱姑娘。今天是2018年6月23日，我醒得蛮早的，刚发了 Instagram 啊，什么 Twitter 啊这些，来记录一下。第29届金曲奖就在今晚了。
之前推出了九级的制作日志，其实从2017年的6月9号开始到现在279天，今天是这张专辑和我第一次参加一个颁奖典礼，所以我想用这一集来做这一套制作日志的一个结尾，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一个真正的唱作人身份的开始吧。我是丁，这是神经质的故事。